小丽，看一下。啊，你没拍吗？拍了吗？拍了呀。刚才。这边拍是八点钟了。哎呀，你咋的一个？怎么了？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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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啊，这样。这样吧，哥。是不是这样？哎，可以。收钱可以了，扔扔抽了。是。把面子。啊。好好。把我家磨破了。海底捞的。但是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我学了好久这个。你都这么快就学会了吗？看你们这么会。其实挺简单的，也不是很难的。我们海底捞的员工说，可操了。我给他们看到很多客人学的有点快，有点快。这个舞蹈现在红得很，就是肯定就像廉价那些做操那些的。这个舞蹈真的相亲好呀。工资晚上就翘了，昨天他们练了一天，他说的，练了一天。我不做脸一天吧。我建议把这个相机取下来，然后就拍个那种的话更好看。这个相机是特别好啊。再给你们点用。比你是真的。你要价格就马上就是价值点，价格都贵得多啊。真的，这个多少钱？一个相机都十万。十万。还没算镜头，真的没算。
他们像镜头，镜头单独算。镜头，镜头这个除了这个还有吗？别的？其他配件，配件就是基本是国产的。我镜头买最贵是十万多的，我要卖上三个月了。三个月就买掉了，给了钱买的哈。因为是电影镜头，电影镜头用的人比较少。如果是民用的话，我买不起。但是民用的没那么贵。最贵的就两万。这是佳能吗？还是什么？这相机牌子是？这是索尼啊。索尼。全家桶，也可能也是索尼的。反正全套都是索尼。妈呀！5070是国产的。你还不如那个，哥。啊、这样的话，直播的话很管用。是因为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刷那个视频，刷了是。你可以转天呀、啊，这个拍视频啊，像那种海宁啊，或者那个王哥，他们转的挺多的。他们那次拍的话，跟真的。不缺钱。刷嘛，你就是刷嘛。就可以刷呀、啊，从旁边拍一些，拍票还是不赚钱。一个一个去拍嘛。这个相当于往下掉一点点，然后这个要抬高一点。对，那个来追我呀，兄弟干。啊，牛的马哥，你是男士那个做立刻的。看出来。带你去打，彪我的妈！真的。呀，动作或者动作的车子配的。哦，就我这么等着我皮肚。现在咱兄弟嘛，两边的兄弟姐妹嘛，都往我这边。这边还不知道，这边。加不起吧、哦？这个地方。我等下要去。我等下专心给你。这个很冷啊，这个很冷。这是王鑫的徒弟啊，这就是王鑫的徒弟。他每次都有的，他都不带假的。我不喜欢那个。要不我们两个穿穿不上，在那里坐着，我在这里穿穿不上。过了吗？你们有礼物吗？周末放心。
那边就来了嘛，那儿那儿不是吗？这边就是，这么多年还不整了整了整，不是？就小罗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灯子都跳破山了。哎，他我头发都跳了，直播间都跳了，给你们都跳了嘛后面。大唱大唱，我唱笑，开始了开始了。战地的，今天我的功力零十，啊？零十，零十对吧？零十大箱子，然后零点一零一吧，哦，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刚刚下来，他们又一个人说，说两个话，还有香港的一个朋友，他说零零过生了，我说啊，我通，他说过生的时候通知他，我说把他接到的。我也不知道他的故事。开了灯的，开。
说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今天好多都没来哟，这个欧姆肯定应该也不会来哟。欧姆在医院里面。哦。还有丽丽今天上夜班。这就清楚那个确诊，哎呀，第一好难得见他来一次，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桥噻，回去。我鞋子穿了个平底鞋，我在蹬鞋子。啊，你平底鞋高度没够啊，你怕高度不够、啊？你看，然后我那个脱地了。哦，就是。刚穿的是一个挺高的。哎，就是脱地下头吧，扫底呀、啊。扫一下底吧。免费当环卫工。听说是第一次上、啊、这边来，我觉得。对。他一直在罗马那边。今天罗马的扛把子来了。对，下边是康卓，是不是？把康卓喊过来。康卓洗澡全部拿过来。给你开个玩笑。谁去出来捏着你？这个滑板哦，比那个差不多，比上滑板不好跳哎。第一次，以前我在那边经常和他聊天那些，在罗马那边，他一次从有一次从拉萨那边回来，晚上嘛没事儿，那天下雨，然后我们在那边在那个罗马广场那边一个地铁站那边，他在做服装。自己开了个店，没事就直播。他粉丝好多，以前都五六十万，不知道现在多少。他前几天有个小号，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他是真的。就发些日常的，什么坐车子啊，笑一下呀、啊，就拍一个视频。许尊那个穿的平底鞋，他那个裤子，他裙子脱了地面了，你看嘛，地面就直接打扫卫生了，你现在。还是要穿高一点的高跟鞋才行。
后墙往后头的，一看后头很滑。如果你们去听，你们滑去吧，人家不好，这有些不好说的嘛。二哥。十七也来了嘛，戴个帽子，戴个眼镜儿，上面还有个眼睛，看到没有？手太过太长了，还有我的板球没上上来，视频还下来还等着，授权算没给我。
这人喊你使劲笑，使劲笑，使劲笑，刚刚拍了十多秒钟，搞忘了。两个是两个人送他的花，跑噻，跑着跑。领舞的跑太快了。拍了一分钟，然后站了一层，应该是两个多 G。拍十个人的话，就二十多个 G 不在了。哎，我是说我的512G 的手机，怎么一下就爆满了？那以后买一 T 的算了。
的声音比音乐声还大，听吧，小朋友的声音把那音响声音都盖住了。
从那边我从第一个拍不安安的拍完了，我从那边我拍了，他们基本都拍完了，每个都拍了，一个人拍一分钟，拍了20多分钟了。哎，是一西好久没来了，他就跑就在第一圈嘛。还没来，还没送过来，9点半，9点20。
哎，蛋糕坏的意思。不得嘛，我那基本上都开趴的了嘛，相当于开嘛，一人二十五的，啊，上场的时候，每个人吃蛋糕噻，拿了五十个盘子。水给他掀了哈子啊，他没昨天也有，今天也有。乌鸦没拍，乌鸦没拍哦，然后拍了没拍？祝福。
黑帐篷住过。你妈的，不给我穿的，不让我就就看到孩子穿。不行，你重新给我一个吧。那这家伙给我们呢？好臭，不是拍。这个是黑帐篷的主播的吉祥祝福。下一集去。小乐同志说下一集没上去。
开了。是姐姐呢？这里啊。哦哦哦，常常气得我喊鸡狗子。打完亚洲饭，看完亚洲九分钟，还有二十分钟，打枪行不行？那去了，还有一个那个，不是那个年了吗？过去了。但是你看你那个头发后面全是水，全是水。全是水，它全是那块，那灯子全一路打湿完。先生直播，谢谢，谢谢。哦，那个，这是说包了。笑。这新歌先跳了再说。下次直播，想过之城喽。这个也短，有点两分四十多秒吧，2分43秒吧，42秒。跳了个杆吗？怎么他去了？是说杆吗？是说保恩那个？
删掉。还没来呀？啊，9:20了，他还没来呀？9:20，我打电话问他们来没有。
他这样换衣服颜色了，这个。苏先生应该在看啊，把零食都是分了一人一半了。谢谢谢谢。听得懂不？有点重，有点重，我觉得零食我都打的。一个大箱是分两。这个我上了，这个上。十分钟吧，十分，十分啊，都是就想跟那个玲玲噻，啊，都是你的啊，想拿的，七八个小时就想拿个想拿一份嘛，啊，是两个包，想拿一份大的嘛，想拿500块钱的，就这样。跟玲玲的，玲玲过生日的，要不要找两个人一起拿个车，感觉到更有。
啊，跟那个玲玲结过婚，啥子？玲玲跟玲玲，玲玲，他在后面，他在方向走，这边。他带过来是不？你去帮他把包车一下。他那还有哪个东西？这个花，花，哎，都可以。哈哈哈哈哈！
他说他像这个对那这个不是他们他的粉丝是粉丝送的他的粉丝送的他的然后后要吃个蛋糕就可以走了李玲玲的生日问一下那个没有啊李玲的生日哦还有马斯不要老婆家人们东西不要老婆点不点我来给你点我来给你点过来来呀你你你来呀，你放，大家都帮忙一下嘛。行，放，哎，这个等一下嘛。鱼放走了吗？在手里啊。啊，水果蛋糕。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哎呀。这来了，就爸，我们成都这边没有。快乐，高兴哟。啊，那个随便随便拿一个。雍正，他这个这是。哦，好了好了，漂亮漂亮漂亮。哦，你哦哦，你去吧。有没有谁有生日音啊？谁有饭？饭啊！等一下，我把这个蓝牙链接，哎，要放生日歌吗？等一下，放音乐了，放音乐，放音乐啊！这样接下去，哦，一起接，挺好吃的草莓。
他是十二寸加八寸的。哎，打分蛋糕。打开你瞧。估计不要给炒米哦，等一下。那我吃蛋糕吧。你不要吃嘛。说嘛。假如估计说现在吃。它好美啊！对对对。好美。老你个，不要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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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你的这是。爷爷有没有吃蛋糕的？妈妈是不是？哎呀！啊！你看周先生。我勒得动的，放个歌呀！哎，去你！放个歌呀！无忌给一个草莓，无忌给一个草莓，还段子，给一个我，你先吃了，吃嘛吃嘛，吃吃吧，要是不方便拿吃，你先吃，拿到吃吧。那有点分给那些就是分一次，分给他吃一次。不行，我也吃草莓。你应该都有，吃吧，随便吃吧。那我们就是果子嘞，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啊，但不是那么多，就这样的。草莓，草莓，拿过来。打着折，打着没就是，下次的话我问一下他们的收入，然后再这个再这个，然后就有些不会告诉，因为一会告诉。你今天上夜班了，明天过来。他晚上七点到晚上八点，差不多了哇。对呀、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兄弟，这个不能给你，这个不能来的。我这个太大了，我要一个大的。他自己拿到了就。差不多了，兄弟。我在西藏接了八天，我今天才回来。哦，哎，再给。要给哥哥点哪？哥哥点小，我忙不着了，差不多了，给。好，来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给，哥哥不能这个。我有什么事啊？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啊？相当好吃吧？哈哈哈哈哈！干啥呢？五斤没拿到，五斤没有给阿姐的。违法的。违法。要不要那么多？我能下就行了。给了吧。哎呀，幸福幸福幸福！哎呀，人家吃的里面的真是蛋糕。再笑，再笑，再笑一个嘛！笑一个嘛！笑一个！兄弟妹妹，生日快乐！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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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哎呀。我们观音姐姐，哎呀，他们想很久时间。来来来，这是。我拿到你的那个。拿多少的吧？拿到没有？全部拿到了吗？对了，扎心拿到了。拿到了吗？扎心。扎心要吃吗？扎心的，扎心没拿到。好吃的。没啊。啊。说的好吃，来你们吃嘛就好。哎，拿到了，拿到了，最起码给你们两只。啊，最起码的，最起码这个对不起了。无忌，你家人们吃一个。肯定你们的。来。Thank you.
好，没事，好，谢谢。你们想去哪里干嘛？想去首都那边还是去出来玩吃饭？你随便点，结果上来了。直接上来给我话费你就可以了。打不上吗？打不上吗？打得上吗？打上了吗？啥情况？打上就正常噻。点名打打线嘛，打线。又要吃蛋糕，想吃蛋糕。就直接打线嘛，车子停就是加线就说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你出现，你出现电瓶有点老化了嘛？你查一下嘛，电衰减有好多嘛？哦，你查一下，主要丢久了，你丢六七天了。我也开了的嘛，我也开了的，没有没有，前两天我在弄的，我出去是六天，给了别的款停车费。要六十六十八块钱停车费。哦。小李哥，我等一下给你报位置啊。好，你以前在哪嘛？你以前在，以前在哪儿？你开，哦，我记错，上山了嘞。明天两点钟，啥酒是拿过来？不，他不是不稍微给你拿过来了吗？走了，关灯了，关灯了。你是哪个苗？嗯嗯。啊？哦。那个把钥匙拿过来嘛，好嘛。哎，你们过来。你下午中午嘛，那送他读书的时候，两点钟一点多，就过来吧。好，开玩笑，你走吧。他们还要聚餐啊？
餐，他们还可以聚餐，他们是酒吧，他们他要发定位给他去看了嘛，喊你去耍好啊，我想肯定喊你去，他肯定去，你肯定去，我说肯定喊你去，我要去跑走了，他是拍的嘛，他是点哈要那个去耍，他出的油点可以哦。他的酒，你带他过去嘛？你这开了开了车票？开了车的，我提了收费了，给五六块钱。有好远嘛？他在双南那边，双南金科，金科那边有家那个，有可能是，有可能没得那晚上的一家吧，有可能。双南啊，就不得好远。双南金科，金科那个新楼盘。双南金科哪儿？金科那个金科啥子院呢？就是教松峪隔壁子。双南嘛。哎。究竟很难就双南那个伊藤那个就是红牌的广场新那个伊藤那个家居那个不啥子装饰成了隔壁子而且新开那个金科那个啥子商场嘛底下那个他们刷的话就刷到两点多你去不去嘛一点多可以看刷噻没问题吧差不多去呢你去刷噻有啥子你可以去啊对啊你也就是跟他人家不可能说，哎呦，真是都，哎，多一个人他就给你。我也想去蹭一下。签嘛。反正没事的，乞求。哈哈。他就是没有安排那个，他没想到这些。我不跟他签好人。打了不好打。团队的嘛。人家没喊我去，我不是摄影师，我也不好去的嘛。我不是摄影师，我也不好意思去。对，谢一下你们那一对。对，苏先生他肯定在看哦。哦。对，现在是在说话嘛，在聊天呢。这谁的？我现在一个人接对他，一个人不接的话，一个人不去。我们是看到吗？这中嘛出的，中不中？这个临时还比较重。你的老婆吗？就跳舞。嗯。唱舞。女反正我觉得挺重的，反正我拖回来的，我放到自行车上拖的。大铁铃哦。一个大箱子，那里一样都是两买两份。明天我安排我不知道明天安排有可能是那个江波吧有可能后天因为他那一份还没送那跟真正的一份和那个春香又给的吴江波一份然后两个在一起就不好拿太重了本来那天要送五个零食五大箱然后2000多块钱两三千块钱2000多2000几啊搞忘了就太重了然后打个车过去你去不去、嗯、肯定要去哦去唱歌哎用这比喻去我不去的话哥吃你要去唱歌去啊肯定要去啊肯定要去你去我们拍你唱歌谁的爸爸对唱歌的没受欢迎的对的你看那个好多都是唱歌的最受欢迎小罗也是本来我那个箱子我本来只用那个支架子都没用上，特别舒服。你去啊？现在去噻。不知道啊。他没法，因为不得装，不得装。真是好的。哇，小米扎西人好的。我的，就是扎西的方式。好不啦？啊、你放哪个地方？这边没有。放哪个地方？哈哈哈哈哈。今天不是五分钟的唱歌。扎西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那个。扎西辛苦了。有酒疯子嘛，正常了，随时这边遇到有酒疯子跑那边。放谱子上去吗？拿到谱子上。啊，谱子上紧嘛。要不要放我车上吧？哦，我那车上。要不要放到车上就拖过去？嗯，那车停了，哥哥上跳舞那边。去生日那边的话，应该要唱歌那些。那不去吧？啊？拉了吗？还是开车子过去？拉到。下面怎么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扬州走钢琴。关注啊！真难吗？这是。谢谢家人们，咱们点关注一下。我这个车子是有点皮。那个摩的，我叫摩的过去。还是喜欢扬州的山羊。摩的叔叔，不要聊天了。哦，这儿就来了，已经那么快。哎，那我10块钱送过去嘛？啊，我也现在在这儿。啊，没事没事，谢谢。
我就拿我汽车说，我就好好的装些，没有关系，我汽车看放得到，你这不好拿的，不好拿的，算了算了，就拿汽车我跟你说，我接，我在幼儿园旁边，就汽车好放，汽车不好掉的不好拿的，没有关系的。刚好是个装就好了。不不不，一会儿我车子今儿我你说了我给你送过去，说没得关系。哎呀，我的车子我要送算了嘛。不，我算了，我们都要走的嘛。不不不不不，你们骑车的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我给你送过去，没得没关系。好。我跟小李哥一起回去。对的，哎，我们要去。送你就说了点存在嘛。没事没事。哎，走吧。走走走走。等一下我把车子开过来哈，我们都一起去就去那个的嘛，就去那儿小玲玲那儿的嘛。他是不是先把东西拿回去再去？等会我们要去你，我们要去他们要去那个聚餐。啥都不晓得，我就那儿我刘洋说飞机研究所，我他要去双楠那边，我们去聚餐。哦，我晓得嘛，我送过去无所谓啊。没事，我把车子开过来嘛，我停旁边的。小玲跟他们有的。对啊，我把开过来就可以了。